孙耀威开设嘅高级男士礼服订制专门店举行开幕典礼啊，好多位圈中好友到场支持。听老孙讲咧，黑勤仲系第一个冲出嚟撑添。咁唔知出名中意送礼嘅黑勤带咗啲咩嚟贺佢咧？咁我又冇咩嚟贺佢，唯有贺个人，我攞个人嚟贺佢啦，咁样。好，我哋俾全部朋友影张相之后嚟同大家咧。我唔识噶呢啲嘢，唔好搞人哋啦。好，准备啦，预备。咁啊，系咯。好，望一望前面先啊。即系夹粉投资嗰啲咯，我自己唱歌都未搞掂啊，系咯，等我搞掂咗即系唱歌嗰啲嘢先啦。我觉得今日好得意咯，好似两公婆系咪？好，我哋一齐，唔系两公婆，即系两个人好似一对新人咁咯，我觉得感觉系。请翻嘅朋友 ，CFI 有请。吹都唔吹啦，即系都费事吹啦，咁都咁多年咯，系咪先？都仲走得甩啊？李彩华小姐，我谂走唔甩啦啩。